来吧，老哥，虽然只有15件啊，但是每个都特别狠，永不磨损加套装，牛了无级别，精青罗汉，笑里藏刀，精致神童简易。啊，没有神童 ，sorry， 喊错了，怪丢人的。咋没有选择的余地呢？我这号没鉴定过什么军火呀，从零开始狂充钱的号，这号品应该不会差。乾坤挪移有没有愤怒？100、235，精青罗汉牛了无级别，4000块，第一个拉，第二个拉啊，第三个拉，第四个拉，第五个拉，第六个拉，第七个拉，第八个拉，第九个永不磨损 ，OK， 永不磨损，乾坤挪移208啊，还行啊，这个给这个哥多多少少啊。上了一个94防御49敏捷的啊，这还有个101防御的，中间这几个鞋子的属性波动特别的大啊。4000块钱出了个不磨啊，还亏个3000吧。老板还有1000万干个啥能直接干出1亿呢？像不像那天一件就出无级别那天？包裹子里的钱不多不好不少，刚刚好啊，就只够买那么一件军火。谢谢啊，红尘笑，谢谢青花瓷的兄弟们来啦！哇日，老板来青花瓷吧，快凑齐一套不磨了啊！这把武器弓箭命中爆、伤害爆啊，命中爆很多，命中爆了100多呢啊！没有简易，有简易起飞了啊！这把武器能卖多少钱？这把武器不太值钱，但是心里舒服，它成本4000，出了俩东西啊！哥，这俩东西没法直接处理，得卖藏宝阁，因为有一个已经超出了摆摊能摆的上限了，哥懂吧？哥，这波4000的资源没有你想的那么拉稀。